有林黛玉心疼落花，给他们办葬礼。今天的人少有雅兴，要说最心疼什么花，一定是脆弱的菊花。如果便便后发现局部地区泛红，那很有可能是内裤掉色。不懂啊，别瞎说。上厕所的时候，如果发现便池里或者手指上有血，你可能会惊呼：哦哦哦哦，我的天哪，怎么便血了？便血是身体给我们亮出的黄牌警告。其实便血大致分三种情况：鲜血便、粘液或脓血便、柏油样黑便。如果是鲜血便，最常见的还是痔疮。中国的肛肠疾病发病率是59.1%，其中80%多都是它。别不信，痔疮的发病率比泻顶还要高。话说十男九痔，其实得痔疮不分性别，而且由于怀孕期间负压增高，女性反而更容易中招。如果是带粘液的脓血，十有八九是因为肠道出现了炎症，健康卫士白细胞作战牺牲后，他们的尸体顺着肠道排出来，向你发出吃药打针的求救信号，千万别置之不理。如果便便是黑色的，很有可能是远离菊花的消化道负了伤，因为血液中的铁氧化后会变黑。不是吓唬你，不管菊花滴的血是鲜红的、带浓的还是发黑的，都不排除患肠癌的可能性。然而真相只有一个，想要确诊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看病的时候大夫有可能给你做个直肠指检，你可能会说这多不好意思啊，这多难受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中国人得的直肠癌大约有75%通过直肠指检就可以摸到，而直肠癌误诊的病例大概有85%就没有做过直肠指检。可见被戏称为一指肠的直肠指检是多么重要。当然我们大夫首先要戴手套的哦。成年人的直肠约15厘米，这个长度对手指来说要求有点高，没法触碰到所有区域，更不用说更深处的结肠检查了。这时肠镜就能大显神通，不仅能看到肠子深处的小秘密，发现小息肉，还能顺手咔嚓掉。总之菊花出血不是小事，一定要请大夫做专业检查，遵守菊花使者的嘱咐。目前社会上存在两大误区，第一大误区是过度的紧张，上网乱投医。曾经有一位小伙子看了很多网上推荐的医院，花了3万多块钱，结果到我门诊一看，就是痔疮。第二大误区是麻痹大意，总以为自己解的是西瓜水，胡乱买一些痔疮药来用，结果把肿瘤耽误了。曾经有一位老大爷便血1年多了，没引起重视，最近来我门诊一看，已经是直肠癌晚期，非常可惜。欢迎您把这段视频转发给身边需要的亲友，尽早检查，正规医院就诊。您的菊花，您的菊花，您的菊花，由我们来守护。